依家嚟到呢个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 hot spring 啊！你睇到，睇到啲烟啊！咁呢一度咧，如果你冇车咧，就真系唔系好方便嘅。有车应该都系唔错嘅呢个 hot spring 地方。阵间去浸温泉啦！咁咧，呢度就系去个房个地方啦。咁咧，呢度就系厕所，厕所都真系正，大大清凉嘅地方。即系我会建议大家咧，就嚟到泰国嗰阵时咧，自己买一支冲凉嘅冲凉镜咯，比较方便啲啦。因为有时你住啲地方，如果你想即系近啲你要去嘅地方啊，嗰啲酒店咧就可能唔系五星级嘅。Hello. 早晨啊！昨晚落咗成晚雨啊，所以依家就出嚟拍啲嘢俾大家睇下。咁我哋就系住喺呢一度嘅，佢系一个成栋嘢，咁就有四个单位嘅，咁我就租下边呢个单位比较方便。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，每一栋都有四个单位咁样嘅。咁喺我哋前面呢度就有一个好大嘅泳池啦，呢个当然系唔系热嘅，呢个系冻嘅泳池嚟。咁喺佢侧边咧就系有一个。温泉嘅呢个温泉咧就好热，我寻晚想试嘅，但系试唔到，实在系太热啦，喺啲蒸汽喺度冒出嚟嘅。呢、这个几热啊？呢个39.7 Celsius 嘅，系都几热下的。我觉得依家朝早可能朝早冇咁热嘅，咁或者阵间我会试一试。琴日见到净系冒烟嘅。咁，行下呢一度去睇下啦。佢前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泳池嘅，你都可以睇到，其实仲有烟雾出嚟嘅。你睇到嗰啲烟雾出嚟冇？可能睇唔到啊。咁，都好。大下噶呢度，咁样咧，琴日咧，我又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就系呢一边啦。空气好好啊，因为落咗雨话喺黐上嘅可能。咁呢度都有一个哇蜘蛛网，生少少就撞上去，睇唔睇到？咁呢一个咧就
我都系呢个系冻嘅，呢个系冻嘅，呢个都系冻嘅。系一个几大范围嘅地方嚟嘅，游泳池都有，冻嘅都有两三个，咁热嘅池咧都有几个。咁呢度应该系做 massage 噶啦。有啲地方咧，你话设备好唔好啊？呢度，睇你要求系咩啦。但系大家嚟到呢度都系要浸温泉嘅啫。咁呢啲就有啲系雾水嘅，呢个可能有水。其实呢个都系无水嘅，所以大部分呢啲咁嘅冲凉嘅地方都系冇水，或者佢系冇开啦。前面嗰啲都系冇水嘅。嗱，呢度仲有一个池，呢个又系39.2嘅，呢个都系热嘅，哇，好舒服哦！陣間一定要嚟浸下，因為朝早嘅問題佢冇咁熱啊，所以唔會咁辛苦。琴日我試下呢個39嘅，真係好難入去啊，因為真係好熱，揦到我嘅成個腳都紅曬。嗱，咁呢個39嘅，呢個佢係一個圓圈咁樣，都幾過癮啦。咁。今日我就喺度浸呢一个啦，呢个又系冇咁，呢个冇咁热噶，呢个冇咁热噶，比较舒服啲。浸一浸，行下血咁样都几好噶，对健康嚟讲，呢啲系冇水。其实呢度直直去咧，就都可以去到我哋住嘅地方。四周围及一及先。太早啦，完全系冇咩人嘅依家。啊，嗰度仲有一个池，睇到啲蒸汽冇？系嗰度应该度仲有一个池，热嘅应该又系。呢度又有一个，呢、这个就呢、这个系43啊，咁夸张。哇，真系有啲热哦！但系因为仲早啊，唔会太过热，系可以接受到嘅。哎呦！你听到呢啲声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。我的拖鞋的问题来的。咁呢度就有一个佢做到一个好似俾人错聚会嘅地方，但係我都唔会走入去啦。咁呢度都有另外一个都几舒服嘅。咁我寻日都有嚟呢度试一试嘅。早晨啊，姐姐。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种的装饰的，狮子啊，大笨象啊。这个池都 OK 的，这个池我从来都有来，这个池都 OK 的。这个、在大部分的池的侧边呢，你是会看到这样东西的。咁这个是你做什么的呢？咁每一个人入去啲咁热嘅水入面呢，你入咁热嘅水入浸呢，你係要需要一个时间限制嘅。如果唔係，你可能会晕呀之类啲，对你嘅生命都係有危险嘅。咁你就嚟到呢度，你先将佢转返转头先。咁啲沙就会落嚟㗎嘛。当你浸到啲沙、啊、已经落晒嚟啦，咁係时候就要起身去浸一浸啲冻啲嘅水㗎。我哋再行下 ，morning。
蜘蛛网，我都中咗几条。 再行过呢度睇下啦。呢度直直去咧，我觉得应该会，睇到啲好靓嘅嘢。哇，好靓嘅白色嘅orchid啊，真系好靓。你除咗浸温泉之余咧，你会见到有。 啲好多啲花草咧，真係好靚下噶，空氣好好啊！仲有呢啲應該係一啲叫做千里香啲咁嘅嘢花噶，但係咧仲未開花，仲有椰子啦，摘咗都唔知點開。 喺佢呢個成個範圍入面呢，都係好多啲熱水池嘅。我覺得我直直去，我應該會去到個 lobby 下呢個。 叫千里香，我一直咁行，一直咁行呢，我都經過好多蜘蛛網下，所以你真係要小心啲喺啲咁多樹嘅地方。呢啲唔知咩嚟嘅喎，如果你知道呢啲叫做咩花嘅。 留言話我知啦。哇，嗰度就有白色嘅 orchid 啊，好靚嘅白色嘅 orchid。我就唔會行呢條小路去啦，咪應該好多蜘蛛網嘅，行大條呢條。 呢個就係鄭華洞嗰只游水池啦。 我喺嗰度嚟噶嘛，点解我喺呢一条路呢度出？我已经见到一条蜘蛛网啦，好长哇！咁多蜘蛛网嘅呢度，我唔想整断嘅蜘蛛网，真系好长嘅一条蜘蛛网。希望呢度冇，呢度冇，喺度行翻出去，咁夸张嘅啲蜘蛛。 呢度有一个，呢度有一个，好啦，嗱呢度咧就系去 lobby 嘅位，原来呢度有一个牌嘅喎。 又中咗蜘蛛網，如果你讀得到咧，你都好犀利，即系喺呢入邊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詞嘅，佢係話你知，但係咧係睇唔到嘅，有啲歲月嘅痕跡。 嗱，呢度就係佢嘅入口啦，你可以見到都有一個好熱嘅噴出嚟嘅熱水嘅池嘅，同埋池塘俾你浸啦，即係噴出嚟嘅水池。咦，紅色嘅 orchid 啊，好靚，入唔到去。咁呢度就係佢嘅 lobby 啦。 每日7點，每日1點，減12就知幾點噶啦。
呢個叫 Nattha Waree Hot Spring Spa。 咦，又見到一個不同的品種，這個白色有一些即係 purple colour 嘅嘢嘅喎。咦，這個又不同嘅喎，這個全紫色嘅。咁你有幾個選擇嘅？你可以喺度即係嗌佢早餐食 ，good morning， 或者如果你有揸車嚟嘅話咧，你可以直接揸車出去嘅，因為呢度揸車出去實在係一條好長嘅路嚟嘅。咁你係如果你係冇車嘅話咧，真係好唔方便嘅。咁你唯有喺呢入邊食啦。如果你有車嘅話咧，就要揸車出去。陣間揸車出去睇下。悠善的肥貓啊，喂，其實我真的跟貓聊天，好，最敏感的地方就在這裡。哇，你這麼多牙齒的喵喵，你有冇沖涼㗎？嗯，嗯，爽嘅，行下街先喎。咁就係咁啦。早餐其實人客都唔多㗎，你可以見到得嗰兩個，嗰兩個遊客外國人。即是工作人員咁樣，轉頭再拍。紅色嘅，我唯一呢度見到一棵係紅色嘅蚵仔，好靚。我唔知遮到佢光，真係好靚。看到嗎？其實是熱的。是沒有人的。現在都還多了一個 family。順途咯。咁呢度就要吞翻轉頭，就見到呢個游水池啦，呢個凍嘅游水池，同埋漸熱嘅游水池嘅。今朝我包場，浸下腳先。琴日喺度試呢個，我完全係入唔到，因為好緊要熱。因為早嘅問題咧，依家就冇咁熱，我就係可以浸嘅。呢個應該係39.7度嘅。其實佢啲池咧，
都唔係好乾淨，但係因為熱嘅問題，我諗應該 OK 啩。呢、這個就冇咁乾淨，入邊嘅我都乾淨啲，因為入邊嘅又流水啊，啲水流得出啊，呢、這個都流得出去嘅，佢唔滿。爽，我覺得呢個熱度煮唔到蛋嘅，其實在每一個熱水池的前面呢，它都有一個這樣的東西，是用來做什麼的呢？就是如果你來浸的話呢，你就將它轉一轉，那它就會計時給你的。當沙流完了，就是時候你應該要起身了，如果不是呢，就對你的身體健康就不是那麼好，或者會暈的。所以記得將這個轉一轉，如果你用這些這樣的熱水池。但是有些地方是沒有的，所以都是要自己凭自己的身体感觉去做个决定啦，吼。